Hello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耀。我们现在打一下复刻的本耶普轮回。那刚刚有带大家打过原版哦，这边就来带大家打改的部分。好，那用的队伍其实跟原版的只差一只啦，就是把那个日朗哈换成那个亚当就可以了。好，那这一队的话，其实我觉得真王冠是第十三关，因为十三关要手消至少八 C，还要留一颗加护珠下来。所以如果你看完觉得说，哎，这中间四个队员，你有哪一个觉得好像不太需要，你可以把它换成你比较好转八 C 的那个角色哦，例如说你要换成牌珠啊、固板都可以。好，总之这边是我的配置，如果有疑惑没有看清楚，可以按暂停稍微再看一下，剩下就边打边讲解喽。好，来第一关。好，那这个地形的话，好，地形的话是直接少一半哦，原版的话有四格可以停啊，这边就只剩两格而已，所以转的时候专注力要再稍微拉高一些些。好，第一关这边就转，然后稍微注意燃烧就好了。这个燃烧一样扣很轻啊，它就是烧一下扣1000而已，所以不要原地在那边绕来绕去，应该是不会走到死掉才对哦。好，接着第二，好，第二这边我们可以开左边尼禄的祭二。好，那没有特别写，就是全版都点过一次哦。好，好，这边是光暗盾反手消暗。好，这边带过去。好，接着来到第三。好，第三这边的话，我们先等对面打过来哦。好，这边消到水，对面也打不死你，所以不用担心哦。好，那打过来之后呢，就看你遇到的是哪一只。我遇到的是不能消水，所以这边我就把水用叠的。好，好，接着第四，好，第四我们去大力转，手消全部的光珠就可以了。好，故 C 有无视哈，我这边是刚好转到六。好，第五，好，第五这边一样大力转就可以了。好，接着二血这边的话，我们可以开右边尼禄的祭二。好，这边是无鼠墙哦，所以对，除非你的版面真的有经过什么特殊处理，要不然六种珠子要有某一种连一颗都没有的几率很低啦。啊，如果真的遇到齁，尼禄的记忆还是可以叫出无数强版面，你可以斟酌一下这样子。好，反正重点是对面也打不死你哦，尼禄的超强减伤系统不是开玩笑的。好，接着第六。好，第六的话呢，看你遇到哪一只，我这边遇到的是水，那我就先把水放到左右下角去，然后就不要手消到水这样子。好，好，来，接着这边要再一次哦，因为它有一个50%盾。好。好，第七。好，第七这边的话，我们先开直伤。好，然后这边的话呢，可以开左边尼禄的记忆，然后我们去手消全部的水珠哦。好，这边一样要注意燃烧，不过这边有固板，应该是比较还好哦。好，手消全水 ，OK。好，来，第八，好，第八这边我们开右边尼禄的祭二，好，那这边我们一样用满版来无视掉数字盾哦，好，好，
好，这边就带过去。好，接着第九。好，第九这边的话呢，看你遇到的是哪一只。我这边遇到的是不能手消火，那就是不要去消到火就好了。好。OK， 来这边带过去。好，接着第十。好，第十我们可以开左边泥路的技二。好，那一样全部点过一次哦。好。好。好，接着二血，我们补右边泥路的记忆。好，那这边我们就大力转标消到暗就可以了吼。好，然后也记得要放到格子里面去哦。好。OK， 来这边带过去。好，再来十一。好，十一如果遇到拼图的话，补一个泥路的技二啊。如果没遇到的话，我们直接正常手转就可以了哈。好，好，这个手消多种减伤泥路可以直接无视掉。OK。好，十二。好，十二这边的话，我们就去转一组十字，然后不要手消到对面指定的哦。好，这边是遇到木的，所以我们就不要手消到木，然后我们去转一组十字。好，这样子 OK。好，其实消到也不会怎么样啦，对面打不死你，所以你就慢慢尝试哈。OK。好，接着十三。好，十三这边就是我说比较王冠的地方哦，这边要转到手消至少八 C， 然后还要留一颗加护珠下来，所以这边就是对看好再转，或者是如果你有固板可以使用的话，这边当然是直接用上哦，要不然就是排珠辅助都可以，因为八 C 很吃珠子的数量哦。好，你看像我这边就没有哦。好，那这边是三次机会。来，我们这边再一次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好 ，OK， 我们试一下哈。哎，这一次有了 ，OK， 好，然后留一颗加护下来，我们把这个加护隔开哈，不然你好不容易转到了，然后结果哎，天降把加护弄掉，太过分了。好，这边带过去。好，这边是只要八 C 就好，不是八族属性哦。好，十四。好，十四，我们开左边泥路的记忆。好，那这边就一样，去把这个满板转到。哎，也不一定是满板啦，反正就把它转到哦。好。好来。好，十五。好，十五，我们就去转到水火木光暗哦，就各一 C 就好了，这样子五鼠连击就会相等哦。好啊，如果真的卡珠卡到不行，你可以考虑使用泥路的记忆这样子。水火木光暗，好。好，故 C 有无视啊，所以。你就算多消一组星也没有关系，反正你只要水火木光暗是各一康就可以了齁。
好来，接着二血这边的话呢，我们开亚当点火。好，那这边就是慢慢送给他就可以了。好，第一回合先没有印记。好，然后第二回合他就会上印记了哈。好，那这边我们就是把印记消掉。好，那第三回合这边就可以，嗨。好，来这边带过去。来16。好，16的话呢，就一样看你遇到哪一只哦。我这边遇到是不能消到光，所以我可以把光珠稍微叠一下。好。OK。好，17。好，17我们开水秦皇，然后点心木。好，那这边的话要抓角色珠，然后要转到五组连击相等哦，所以这边的话就一样，好看好再去转。好 ，OK。五组同 C 啦，就是木加心加起来等于五 C。好，来这边带过去。好，来接着二血这边的话，我们开右边尼禄的祭二。好，然后一样全部点过一次哦。好，那这边我们就一样用满版来无视掉这个数字盾。OK。好，接着第18。好，18这边我们开超兽的祭二。好，然后这边我们开亚当点水。好，那这边就注意一下燃烧了，然后把它放到格子里面去，这样就可以了。OK。好，19。好，19这边的话，我们可以开比干的变身。好，然后我们开个变身的祭二。好，然后这边的话，我们开超兽的祭一去无视攻前。好，那这边就对大力转手消泉水啦，一定有泉水哦。OK。好，接着来到王一。好，王一这边的话呢，我们开个尼禄的祭一哈，我们简单转个四 C 就好了。好，格子在这边，稍微看一下哦，一，好，等一下哦，四 C， 好，左边这边已经一二三三 C 了，好，这边四 C，OK， 好，来这边就带过去。好，接着二血这边的话，我们开尼禄的祭二就可以了。好啊，一样全部把它点过一次哦。好，那以上这边的话是兽黑金尼禄过这个本耶普轮回改，给各位稍微做一个参考。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就下一部影片再会啦，拜拜。私は最強の聖天魔、勝利は当たり前のことだ。